早上的6:52呢、啊。今天2020年的4月14号，星期二。首先，我们跟我们环球邮报的539会员说声道歉一下。今天是本周第一次都没中奖啊！你没看到，我们用的12733，它开的是0323，开的是363536啊，所以说33没中。那么第二组牌呢？1733碰二尾，1733碰六，我们中个六尾，我们中个六尾啊。然后1733二尾碰六尾，可惜我们只有中至六尾啊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，我十赌九输啊。来看看今天公开的号码，来，我们今天是明天马祖婆圣诞啊，我们那个马祖的圣诞千秋啊，也就是圣诞生日快乐，祝我们马祖婆生日快乐，圣诞千秋。来，4月14号539，我们今天公开，因为每当神明过圣诞的前一天，我们都公开啊。全车二中一，2830，2830啊，乘以0.1就是600块本钱。各位，你可以乘0.3、0.4，看你的财力呀啊。这只是我跟您打个这个比方来讲，这是0.1啊，2830，我们中一碰，我们吃600块红就对了。第二组牌呢？啊，各位看到没有？两只碰一个尾数，这是乘以0.5，2830碰二尾，2830碰二尾，本钱呢就是0.5，是320啊，320，6848啊，各位我们看清楚了，这个本钱呢，这个是这个，八碰八八六百四，640的一半就是320，0.5啊。第三组牌啊，三零碰二尾碰八尾，三零碰二尾碰八尾，这个是一字牌碰两个尾数。我们昨天是两字牌碰了两个，说我们昨天第一天用了多一倍的钱，但今天就马上撤回来，因为牌势不是那么稳定。我们乘以0.1啊，乘以0.1，那说今天的本钱是600，320加300，今天本钱是1240块钱。各位，1240块的本钱，我们现在就变成要用小钱把昨天的钱要赚回来，啊，昨天的钱要赚回来。一般来讲呢，我们客户再教各位一下，我全车二中一是很准的，你不要以为昨天没中，前天没中，不是这样的啊，不是每期都中，但是呢，有些人是0.1，现在要加到0.2或0.3啊，是你的财力有钱，我们要用凹的，但现在你应该稍微用凹一下啊，也就可以乘0.2啊，你可以把钱给它赢回来啊，0.2啊，2830，今天独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30啊，可以看得出来独资就是30，你没看到啊？09096863733，09096863673啊，有问题找社长。如果今天有中奖的话，我们马祖国过圣诞节就请你给我吃个红啊，吃个小红，好吧？啊，欢迎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会员，我们与你吃红。因为马祖适逢马祖圣诞，所以明天圣诞我们今天公开，明天我们会去拜拜，去到马祖，我们要去拜拜。